风蚀杀虫怎么打？杀虫是萌新的噩梦了。这么说吧，一般灵命的神鹤万星刚好可以打个两颗星，一般的草型九雷九万般雷国都只能打个两星。我说的是配置一般的草型九雷九，一波能带走的也是可以的，主要是它在地面的时间太短了。打杀虫的传统配对是提拔中达容易一些，百万伏特也容易。你们是用什么队伍过的呢？杀虫的瘫痪机制，这里可以用万叶或者弓箭手。